大家好，我是李佳琪。首先向奋战在一线的医务工作者们致敬，你们辛苦了，也请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面对疫情，我们也要做好防护措施，勤洗手、戴口罩、少聚会、不出门。我们要保护好自己和家人，万众一心，武汉加油，中国加油。